泡游泳的好朋友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看到这么多人能够到全台湾长泳最好的地点佛水湖来，我真是非常开心。我上一次在这里来好久了，2003年、2004年的铁人三项，游完之后才知道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好。各位知道我们台东有嘉明湖，号称是天使的眼泪，我们有博朗大道，然后我们也有三仙台，它的曙光啊是全台湾都想看的地方。再来就是我们台东的活水湖，